位现场的好朋友，以及各位长官们，大家好。我们是西川署米吴永之家，西川流台湾支部，我是西川署米。今天非常高兴，我们能够来到台中国际财务嘉年华会非常高兴，好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欢乐跳着开心快乐的鹰头舞。现在署米老师来教大家很简单的快乐的东京鹰头，大家有没有跳过鹰头舞呢？有，太好了。好我在台下看到好多西川流日本舞用的署米老师的粉丝哈，这边好多好多位哈，大家好啊。好，那老师现在要教大家，来，我们试试看。现在我们第一手，我们不拿扇子，我们来跳东京鹰头。所以呢，扇子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摆在你的对对对对，好棒！我看到那一位美丽的妈妈哈，对对对，把扇子先摆下来啊。然后我们可以把手张开，可以站后面一点点，对，这样手张开很好。对了，哇，自动自发，太棒了，对，等一下要开心跳啊。好 ，OK， 非常好。尽量打开没关系，好，好，来，现在呢，跟老师做，跟署米老师做，这样子是女生的手，整个手掌合起来，我们可以看前面这几位我们小老师们，好，那你们也可以往前走一点点，对，我们可以跟我们现场的好朋友距离近一点，好，手放下，我们女生手放下，好，我们现在帅哥绅士，我们请把手这样子，大拇哥这样子就好了。这样是男生的手，这样是女生的手，这样是女生的手，这样是男生的手，对，哦，很特别，对，就是这样子哈，好，很好，好，现在跟署米老师一起做，我们现在往左边来敬礼做四次，好，我们现在跟那署米老师，左脚出回来，出回来，左脚回，右脚回，左脚回，右脚回。就是这样子，对了，很好，膝盖要微弯，好，很好，这个已经会了，这个太简单了，再来下一个，马上就学会，一二三，就这样套而已，一二，膝盖要微弯，向你的左边转，一二，一二，很好，好，还有一个步伐，看老师，左脚踏，右脚抬起来，马上跳起来，跟老师说，踏，耶，跳起来，再一次哦，走，踏。耶、yeah. 哦、我们后面的观众其实你们也可以站起来一起同乐好不好，想要跳的人，想要学东京鹰头的人可以一起站起来跳啊、哦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跟署米老师一起做，好，来，还有一个动作，大风吹，小风吹，大风吹一个八，小风吹，这样就好了、哦、然后来，我们现在要开始，来，左边女生的手，男生的手，来，左脚踏出去敬礼做四次，右边第二次，左边再一次，对了，很好，好，左边看老师这样子画一下，画一下，对，好像那个河川的水，画一下，对了，好，好，署米老师要问大家，去过东京的人，去过日本东京的人，请举手，很多好多，好 ，OK， 很好，来，东京这个城市很大，向左边敬礼，好，右边再敬一次礼，好，再一次，我们再做一次，对，走，左边敬一次礼，右边敬一次礼，好，来，我们晴空塔，这个去过东京浅草的有一个很高的晴空塔，对不对？好，来。晴空塔还没有盖好的时候是平地盖好的时候是尖尖的，好高好高的塔。好，来，我们用爱心盖的哈 ，OK， 来，左边秀秀，右边秀秀，很好，手拿起来，向左边哦，老师刚刚教的舞步哦，转圈圈，走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踏，耶，嘟，跳起来，再一次，踏。耶、yeah, ，跳起来！好，刚刚有教大家的，来，对，很好，一二三，往上，对，再来一次，往上，好，我们再转圈圈一次，来，向。
简单的。还有一个，现在徐斌老师让各位好朋友找好两个好朋友来，我们要拍拍手，对，来拍拍手，好朋友，我们一起来跳东京鹰头，再一次，总共做两次，很好，就这样子，好棒棒。我们已经学会一首简单又热闹的东京鹰头，好，我们来一次音乐好不好？马上学会了哈，太棒了，来。好，那我们请现场的好朋友来个双手举起来，动动脑筋。一点三的流血，画一个圆圈，恭
有没有流汗的？不够大声，有没有流汗的？满身大汗的举手。太好了，就是要这样子。我们人呐、啊，就是要运动，对不对？运动以后会大量的流汗，身体就会健康，我们可以排毒，对不对？来跳东京头，每个人都是排毒的哈，会非常健康哈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我们苏斌老师要再教大家一首低头舞。你看，只要你有蹲下来，一定会喘的。苏斌老师。